郎君。夫人要你早点回来，我在家煲好汤等你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哎，钱袋。还是你心细。就只有心细吗？不止心细，还手巧，把我娘哄得服服帖帖的。就你嘴甜。这位娘子，她是谁？他是谁？你管得着吗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你管得着吗？我不信。你再说一次。我再说一百次也是谁啊？你以为我生出没是谁啊？永远被你牵着走，被耍了无数次，还是对你死心塌地，只为你心碎吗？从头到尾都是你负了我，你凭什么还要质问我？我早就和你一刀两断了，我现在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你听清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都看见了吧？现在相信了吗？愿赌服输，上来，好好陪表王玩一日。不愿意啊？那我带你回宫。你要哭也不要在这儿哭嘛。别人看到了还以为你被本王抛弃了呢。来，上来。楚慕，你刚才那段话真是掷地有声。是吗？我刚刚说什么了？你不记得你说什么了？刚才戏往头上冲，话全部自己说出来了。你说你早已跟他一刀两断，你爱喜欢谁就喜欢谁，跟他没关系。不对。嗯。蓉儿，蓉儿。什么不对？嗯。不会再有下一次。